对，我还有一次，所以再做一次，再过两天我还要做十教。第一次的时候，好多人有时候很不大乐意，你看尝尝甜头他就知道了，这我们很多颈椎啊，像这样的情况，你看，他我人熟了。或者他接受了，你看我就把他多做几次。大家看我第一次做，我是不是给他做很快的？像那老病人或者那个，他就不用怕，我给他多来几下。哎，因为他这越放松越好啊。做完就憋了啊。做完就软了吗？那。这说了，里面会不会耐进去？应该不会。以后一定要来，早点来。放松。翻译一下。好了。